时代，变化得太快，过去听说女主内男主外，现在女性要文武全才，内外兼修才不会被淘汰，要懂得控制卡路里，在飞轮做瑜伽跳出现形，也不能只外表美丽，偶尔去心灵成就团体，跟男人比赛，让男人真心疼爱，才不会被淘汰。